Witam wszystkich, jestem Tymo. Dziś wyszliśmy z wieżowcu miasta do bazy rolniczej w dzielnicy Daxing na południu Pekinu. Oprócz przejrzenia się różnym uprawianym tu roślinom, porozmawiamy z młodym przedsiębiorcą o jego przygodzie z ekologicznym rolnictwem. Chodźmy do niego. Naszym dzisiejszym gościem jest Zhang Yusheng, który prowadzi firmę rolniczą. Specjalizuje się w uprawie zbóż, warzyw i kwiatów. Teraz w szklarni, którą prowadzi ze swoimi partnerami, czekają na zakwitnięcie doniczki ze storczykami. 我看到它虽然是兰花，但是没有开花什么东西。对，这个花期大概在一个月之后，会大面积的开放，来给大家提供一个过节的气氛。就正好是过年的时候开，对，春节嘛。兰花的生长温度在15度到25度，如果它温度太低的时候，这个棉被就会打开，然后阳光会进来，温度就会升上来。然后如果湿度不够了，上面这个喷淋系统就会马上运作，空气湿度就增加了。 Zhang Yusheng posiada bazę roślinną nie tylko w Pekinie, ale także oddziały zarówno na północnym wschodzie, jak i na południu Chin. Na północnym wschodzie uprawia się głównie kukurydzy, pszenicy, ryż i inne zboża, a na południu więcej roślin ozdobnych. 不同的作物，它的销售渠道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在东北种的大作物，它主要是归纳于国库，然后像这种。 观赏类的植物，主要是通过线下的批发的渠道和线上的电商的渠道来做一个传播。对，那最开始想问您是怎么样想着说要在农业这方面进行创业的？其实我是相关专业毕业的，然后就毕业之后就有这个情节来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事儿，包括。 我从老家出来是，其实是一个家里边也是农村农民的孩子，当时看，父母那辈种粮食特别辛苦啊，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特别累。其实还有一个小情节，就是从小吃到的味道，可能妈妈的味道，是那种不下农药、不施化肥这种作物，所以我也在想。 自己种一些，多种一些这样的作物出来，给全国人民来品尝。像咱们国家这些三农的优惠政策，想问一下，对您的这个产业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？ 国家的对农民的扶持政策现在特别大，就是现在有专业的机械的租赁公司，然后国家给到他们补贴，然后我们租用他们的农产品设备，就是价格就特别低，这样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投入成本。然后国家根据植物的种类不同，作物种类不同，每年都有不同的补贴，都是给到种植户农民的手里，这样之前的农民。 种地都是怕，年景不好，那年要看天吃饭，对，看天吃饭。但是现在农民心里就有底了，就不管他怎么种，国家可能补这部分钱就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。像您的产业，刚才听您介绍，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了。那想问一下，2024年您有什么样的打算？2024年我们想。 继续深化我们自己的这个咱们种粮食的产品，然后一直在做深加工这个事儿，然后也把自己的品牌做建立起来啊，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咱们品牌，知道咱们这个品牌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品牌，然后让更多的瓜果蔬菜还有粮食能流到更多的消费者家里。